童子拜观音。海灯法师的刚柔童子功，又称少林正宗罗汉功，共有108路，刚如磐石，柔若无骨。年迈的海灯法师仍然能演练童子功。50年前，海灯法师在成都青阳宫擂台上演练了一指禅功，名震天下。50年后，法师已进入年迈高龄，他还能不能再演练这种少林功呢？惊天绝技，再现人间。当代世界能练少林一指禅功的仅有海灯法师一人，这是中国灿烂文化遗产的骄傲。